啊，你连外面那地下几的你都会。地下。等一下，你不用看那边。我在考你啊。是。地下几的？大概500多。怎么会大概？这个都计划好的。几个？报告院长不清楚。因为我任命你做院长的时候，你除了耳鼻喉科专门，你还说行政能力强。现在我一考，你连车位几个都搞不清楚。那你刚才告诉我说车位充足，对不对？你刚才简报说车位充足，请问这个医院未来员工多少人？1408。1409。那未来几床？1276。1276。那这么多员工，这么多病人，还有陪病的，还有探病的，那678床，678席的停车位。你说充足的，怎么算？怎么算？